团成员嘉允形象向来都是美艳性感，25岁的她穿起清纯制服回到高中校园，碰到数学题比唱歌跳舞难太多了。虽然妆容发型朴素，嘉允看起来还是青春美少女，不过也有人的扮相就是怪怪的。반가워난성동일이고애셋을둔아빠고고등학교를졸업한지28년된것같아年近50的演员程东日作品无数，早已是民众熟悉的国民大叔，现在得跟孩子们一块考英文，实在很要命。안보여그시도노안노안이었어一举一动都有笑点，南韩校园实境秀的成功模式马上带动大陆也来如法炮制。41岁的钟汉良、34岁的 Selena 全都变回高中生。其实我上课的时候都是也很想一直跟他们聊天，但是不行，因为我不想妨碍他们学习，所以对我来讲很新鲜很开心。开学第一天就要先考数学程度。根本已经失去那个答题的能力，重重的打击。一票明星几乎要被考倒 ，Selena 展现北一女高材生的坚强实力。结果是正确的。实境秀的风潮从歌唱到亲子再吹到校园，近距离直击明星的新鲜感成了现在综艺节目抢攻收视的不败趋势。